Anna， 你做乜周圍望啊？我喺度睇緊關於宇宙、星空、星系嘅展覽啊！唔知道香港仲有冇其他設施可以學到天文學嘅咧？要去到西貢喎、啊。嚇、啊，西貢咁遠，有冇啲近市區多啲噶？市區啊，咁我哋去荃灣啦。荃灣有間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哦，點樣去噶？去到荃灣咧，我哋可以選擇搭專線小巴啦，同埋巴士就會直達噶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去參觀啊？咁我哋而家去咯。我哋到咗啦，跟住要行边边啊？系啊，嗱，你见到可观中心个路牌啊，咁沿路落去就会到噶啦，我哋一齐落去啦。好啊。Hello， 許 Sir， 好耐冇见啦。Hello， 許 Sir， 两位好。嗱，呢位系可观中心天文科老师許 Sir 啊。啊，許 Sir 你好啊！我聽聞咧，何觀中心咧係香港其中一間可以學習天文知識嘅地方。請問呢度有啲咩設施㗎？係啦，何觀中心咧位於荃灣嘅曹公潭，呢度咧都算係市郊，咁所以咧喺呢度舉行觀星活動咧就非常合適㗎啦。我哋上邊咧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望遠鏡，仲有一個專業級嘅天文台，咁啊收埋咗一支咧巨型望遠鏡喺裏邊㗎喎。除此之外咧，仲有唔同嘅教材啦，譬如星象館，同埋咧有一個天文教室。咁啊，同學嚟到呢度咧，就可以享受一個咧非常之寫意嘅觀星晚上噶啦。咁啊，事不宜遲啦，不如跟我行啦。好啊。許 Sir， 呢部好似係 SQM 喎。係啊，這個、呢個 SQM 即係夜空光度監測儀，其實我哋係同香港大學合作嘅一個計劃嚟嘅。因為可觀中心呢個地方咧，經常都會觀星，咁我哋都好想知道咧，荃灣區嘅光污染對我哋影響有幾大。咁所以我哋就放咗呢個夜空光度監測儀 SQM 喺度啦。咁啊，而家唔單止咧可以喺網上面睇到我哋有數據，我哋仲加入咗全球夜空光度監測網絡，係一個全世界嘅一個測量嘅系統嚟嘅。咁所以咧喺網上面仲可以睇到其他地區，譬如台灣啊，甚至乎非洲啊一啲地方嘅夜空光度情況，比較翻香港嗰個光污染嘅。咁我見到可觀中心嘅天台呢度有好多望遠鏡啦，咁唔知道平時會有咩活動嘅呢？咦，王 Sir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啲望遠鏡咧？咁啊，我哋你而家望到呢兩支望遠鏡咧，就係平時喺可觀中心睇太陽嘅時候會用到嘅望遠鏡嚟嘅。一般學生啦，或者係一啲機構咧，如果想過嚟我哋可觀參加活動咧，參加啲太陽觀測嘅活動，我哋就會俾呢兩支望遠鏡俾佢睇噶啦。呢兩支望遠鏡咧，同一般嘅望遠鏡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佢前面咧會加咗一啲嘅 filter， 一啲嘅濾鏡。好似呢支望遠鏡，我哋就會有一個 hydrogen alpha 嘅 filter， 而隔離嗰支咧，你見到前面有個銀色嘅鏡片，跟住反光鏡咁嘅樣嘅濾鏡啦。咁佢呢個就係白光嘅太陽濾鏡。咁主要咧就係過濾咗大部分嘅陽光，俾我哋可以安全去睇太陽。咁如果冇咗啲濾鏡咧，你睇佢一眼，你就會隻眼就會盲噶啦。咁所以係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嘅。咁我哋日頭睇呢個太陽咧，會睇咗好多唔同太陽嘅細節，就我哋都會介紹啲太陽究竟係佢嘅結構係點樣啊？你用呢啲望遠鏡可以睇到啲乜嘢？好似日耳一啲嘅太陽黑子都可以透過呢啲望遠鏡去睇到佢嘅。咁除咗睇太陽之外咧，喺我哋嘅場地夜晚，我哋都會有啲觀星樂嘅活動，可以俾公眾啦，或者係俾啲學生機構嘅人去參加嘅。咁我哋咧，不如去隔離去望下啲夜晚我哋先會用到嘅望遠鏡啦。咁我哋過嚟呢邊。咁我哋過嚟呢度，你就可以見到有兩支唔同嘅望遠鏡啦，都係我哋夜晚觀星嘅時候會俾參加者去睇去用嘅望遠鏡嚟嘅。咦，王 Sir 啊，呢一支望遠鏡同啱先嗰兩支咁唔一樣嘅？咁係因為咧，望遠鏡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頭先嗰支咧就係一支赤道儀，再加一支折射式望遠鏡。而呢度呢一支咧，因為上面呢個折反射式望遠鏡咧太重啦嘅關係，我哋通常咧就會配一個叉式嘅經緯儀俾佢，就方便我哋去用嘅。點啊 ，Kenny？ 我想問一下咧，因為咧啲望遠鏡都比較高啊。咁如果小朋友咧，佢哋上嚟睇呢一個去觀星嘅話咧，咁應該佢
佢哋點樣樣先可以睇到啲望遠鏡啊？啊，咁啊，好多時候咧，小朋友第一印象就係扯依個嘅觀察嘅目鏡落嚟啦，但係依個係唔可以嘅，因為天上面嘅物件咧，天上嘅深空天體啊、行星係唔會喐嘅，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去就佢。咁點就咧？就係靠我哋嘅燈啦，燈仔。同埋，如果啲小朋友如果實在太細粒啦，咁我哋都會調整依個天頂棱鏡，令到佢可以望到個目鏡嘅。咦，咁王 Sir 啊，呢度係荃灣啦，咁荃灣望上去天空其實會見到啲乜嘢㗎？基本上一般嘅太陽、月亮、行星啊，依啲我哋都可以望到啦。頭先我介紹咗太陽啦，夜晚我哋會睇月亮啦、睇行星啦、金木水火土依啲。咁啊，除咗依啲之外咧，一啲嘅深空天體，好似獅子座啊，一啲嘅仙女座大星系啊，一啲深空天體我哋都可以望到嘅。當然，因為荃灣光害太光嘅關係啦，所以一啲比較暗啊、比較細小嘅深空天體，我哋就比較難去望到。咁啊，介紹完依一個嘅我夜晚觀星落會睇嘅望遠鏡啦，不如我等陣間俾許 Sir 過去隔離介紹一啲用眼睇唔到、觀察用眼睇唔到嘅光嘅望遠鏡啦。好啊。好，咁我哋過去嗰邊俾許 Sir 介紹一支我哋叫射電望遠鏡嘅望遠鏡啦。好，過去。許 Sir 啊，呢支係咪就係睇唔到嘢嘅望遠鏡啊？啊，係啊，呢、這個咧好似鑊形天線咁嘅，我哋叫做射電望遠鏡，其實都係一個天文設施嚟嘅。因為宇宙裏面嗰啲行星啊或者天體咧，佢哋未必就係會釋放出可見光嘅，佢哋仲會釋放好多唔同嘅射線啦，包括無線電波。咁啊，我哋呢個射電望遠鏡就係接收21 cm 嘅射電波噶啦。咁啊，佢嘅直徑係2.1米，其實咧對於科學家嚟講咧，這個就是一個迷你嘅射電望遠鏡，但係喺可觀中心依一度，佢會發揮一個教育嘅作用。我哋俾中學生或者小學生知道，原來宇宙之中咧有好多星光都要靠其他工具去接收同埋測量噶。咁我見到佢放喺度日曬雨淋啦，其實會有啲咩保養嘅一啲方法㗎？你見到佢個樣咧，好似都有少少破損，就係因為咧幾年前有一場冰雹咧，曾經落咗嚟。都可能打凹了一點，但是這個射電望遠鏡它是網狀的結構，原來這些21 cm 波長的無線電波，它是一個反射率比較高的信號來的，所以一個網狀的結構或者它有一點破損都未必影響到它的接收能力的。咁除咗後面呢個射電望遠鏡啦，咁我聽聞可觀中心仲有太陽能板嘅喎，咁唔知喺邊度咧？啊，好問題，不如我哋過去太陽能板嗰度睇下，順便我介紹埋孫老師你認識。好啊。依邊咧？你好啊，孫老師。咦 ，Hello， 你哋好啊 ，Hello。請問呢度係咪一啲再生能源嘅設施嚟噶？是啊，這裡的再生能源設施主要是教育用途的，分別會給中學、小學甚至幼稚園的學生來用的。而我們的再生能源設施主要有兩種，一種就是太陽能板，另外一種就是我身後面的風力發電系統，就是我們的風車了。首先我說一下太陽能板先啦，太陽能板主要我們分兩組的，一組高薪一點的呢，就是我們2007年咧，即係同中電申請咗嘅。咁而我哋得到嘅電咧，就要直接駁入我哋學校嘅電網。而喺我身前邊呢一組咧，就係今年參加咗我哋機電工程處嘅一個彩電學社嘅一個計劃啦。咁而我哋賣電收入咧得翻嚟嘅錢咧，係會攞嚟做翻呢組太陽能板嘅維修維修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嘅太陽能嘅設施咧，主要都係咧希望學生咧能夠睇到呢啲太陽能板，就知道咧再生能源嘅運作同埋個用途嘅。我哋睇完呢邊天台嘅再生能源設施之後，其實喺天台嘅另外一邊，仲有一個更加犀利嘅設施啊，就係我哋嘅巨型電腦天文望遠鏡啦。不如我哋而家揾埋許 Sir 一齊去睇下。好啊。好啦，行啦。好啦，我哋頭先睇咗咁多地方啦，一陣間咧就會同我一齊上去上面觀星樓睇我哋最大個天文望遠鏡。
不過未上去之前，你有冇留意咧？可觀中心呢個建築物嘅設計咧，有一個旋轉樓梯啊，旋轉樓梯中間咧就圍住一條柱嘅。咁你望下呢條柱，其實咧佢係我哋上面望遠鏡嘅腳架嚟嘅喎。呢條柱咧有五層樓咁高，但係其實咧佢唔止嘅，佢其實仲有一半咧係收埋咗喺地底嗰度。原來一個專業嘅天文望遠鏡咧，係一個非常穩固嘅地基去支撐住。咁啊，一啲輕微嘅震動咧，其實都會影響專業嘅觀測嘅。咁所以呢條柱咧就獨立於成個大樓，無論任何嘅學生喺旁邊跑啊，或者係有其他震動咧，都唔會影響咗上面望遠鏡嘅運作嘅喎。咁不如咁啦，我哋就上去睇下我哋嘅望遠鏡啦。嚟呢邊。好啦，嚟到我哋可觀中心嘅觀星樓，喺你面前咧就是我哋最大嘅天文望遠鏡。你睇下佢個樣子，一個又闊筒，其實咧就是我哋中心咧最大口径嘅主鏡嚟噶啦。咁啊，呢支望遠鏡咧係一個五十厘米口径嘅反射式天文望遠鏡。五十厘米嘅意思咧，即係佢係一個二十寸咁大嘅鏡片。咁原來望遠鏡咧口径越大，就可以睇得越暗淡嘅東西，就好似一隻大眼睛去睇個宇宙咁樣樣。而家呢個望遠鏡咧，嗰個集光能力比普通人眼係強五千倍咁多噶啦。咁所以咧，利用呢個望遠鏡，我哋就可以睇到宇宙裏邊好深同埋好暗嘅東西啦。咁你再望下呢個望遠鏡啦，其實佢唔係單獨運作嘅喎，佢仲有好多同伴陪住佢嘅。咁嗰啲咧，其實都係輔助佢嘅一啲尋星鏡啦，或者導星鏡。咁啊，唔同嘅望遠鏡咧，其實就有唔同嘅視場同埋放大倍率。咁我哋平時做活動觀星嘅時候咧，學生就可以利用主鏡去睇，又或者用旁邊呢啲咧輔助鏡去睇咧，都有唔同嘅效果嘅。咁你睇一睇，而家佢有幾多支輔助鏡咧？一、二，後面仲有一支添。所以其實咧，總共係有四套光學設備咧喺呢個地方嘅。咁我哋呢套望遠鏡啦，其實咧係1995年運作到而家。咁啊，平時夜晚嘅學生課程啦，或者咧公眾嘅觀星日子咧，學生同埋咧參加者都可以上嚟呢度親眼用呢個望遠鏡睇嘅。咁所以咧，呢個望遠鏡係我哋最重要，亦都咧係最多人次參觀過嘅設備嚟噶。許 Sir， 我想問咧，你可唔可以示範一下點樣操作呢一部儀器？當然可以啦。要控制咁大的望遠鏡，我們就需要一個控制器，或者我們叫做控制的手掣。好啦，這個控制器其實它很簡單的，有幾個方向的。那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方向？東南西北。沒錯啦，就是要控制它去東南西北。那你看看我們這間房，其實這間房也有提示的，譬如這邊有個 N 字，就代表這裡是北方，那邊有 E 就代表東，跟住另外一邊 W 就是西啦，後面 S 就是南方。咁啊，若果有學生，譬如是小學生或者幼稚園學生咧，佢識得呢幾個英文字母，佢就可以操控噶啦。不如你都試下。其實你按的時候咧，佢真係喐緊㗎啦。不過咧，咁大座儀器一下子唔可以喐得太快嘅，所以你頭先按嗰個咧就係第一級嘅速度，比較慢啲嚇，緩慢咁樣移動。咁不如你試下再按埋呢個掣一齊去揀方向啊！好啊。冇錯啦，你啱咧就幫我將個望遠鏡咧操控向北方啦。咁其實咧，你只要任意一個方向你想去的話，利用這個控制器就可以指揮個望遠鏡了。咁我哋呢個望遠鏡啦，用手掣就可以操控佢。但係其實若果我哋唔撳任何掣咧，呢個望遠鏡其實都喐緊嘅。你知唔知點解啊？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呢個望遠鏡有一個追蹤功能，佢就需要追蹤住天空上面嗰啲星嘅。咁所以無時無刻，我哋呢個望遠鏡其實都喐緊，為咗咧去追蹤天空上面咧所有嘅行星。不過其實咧，簡單啲嚟講，佢就唔係追蹤，佢係抵消地球自轉。下低黃色呢個部分咧，就係佢嘅赤道儀。
赤道儀就係一個咧天文望遠鏡攞嚟追蹤星體嘅儀器啦。咁所以咧，成個望遠鏡除咗鏡筒好重要之外，赤道儀呢個追蹤功能都好重要嘅。許 Sir， 頭先咧，我見呢個天文望遠鏡咧都喐得好快喎。咁如果佢要追蹤天上面嘅其中粒星嘅話咧，咁佢可以用咩方法可以追蹤到呢？好問題。其實咧，我頭先操作呢個望遠鏡嘅時候咧，你有冇留意電視機熒光幕嗰個軟件咧？其實有一個指標係跟住望遠鏡喐嘅喎。咁代表住咧，其實我呢個望遠鏡已經接駁咗電腦噶啦。咁假如你想揾邊一個星座咧，你就一路望住個指標。一路控制個望遠鏡探埋去，咁咪得咯。不過其實呢個方法咧都唔係正常嘅操作。其實我哋可以調翻轉，利用我哋嘅電腦熒光幕去控制個望遠鏡揾一粒星嘅。譬如啦，我而家好想揾下天空上面嘅假如啦，我想揾下天狼星，咁我就會 mark 低畫面裏面大犬座天狼星嘅地方。咁跟住我就會咧。命令個望遠鏡移動去天狼星的座標。其實我哋的望遠鏡咧唔識邊個係天狼星，佢就係會認低兩組數字，就係天狼星喺天空上面嘅赤徑同埋赤位啦。咁只要我撳輸入，熒光幕呢個電腦就會將天狼星的座標咧傳送俾我哋望遠鏡的大腦。咁跟住咧，我再輸入多一個指令。我哋個望遠鏡就自自然然會去到天狼星嘅座標，咁即係佢可以睇到天狼星噶啦。咁呢個操作方法咧，就一定係非常準確，同埋咧可以持續追蹤到嗰個目標啦。Sir， 原來咧揾一粒星係咁簡單嘅喎，咁但係我哋現場嚟到呢度咧，應該點樣睇咧？當你學生嚟到依度想睇星嘅話咧，佢哋就要望下呢一啲目鏡嘅位置啦。嗱，每一個望遠鏡咧，我哋都安放咗目鏡嘅喎，咁所以咧，其實無論係導星鏡啦，定係我哋嘅主鏡啦，學生都可以親身上嚟睇嘅。咁我哋依個主要嘅望遠鏡咧，只要佢有4000mm 咁多，咁所以而家咧配備咗一個20mm 嘅目鏡，大概就已經將天狼星放大到200倍咁多噶啦。咁但係若果你話，我覺得不夠喎，想再高倍啲咧，我哋就會更換另外一個目鏡。譬如我而家更換一個 10mm 焦距嘅目鏡落去，咁啊得出嚟個放大倍率咧就會去到400倍咁多噶啦。咁睇起上嚟咧就會比剛才咧更加與眾不同啦。咁啊更換呢啲唔同嘅目鏡咧就有唔同嘅放大倍率，但係其實睇唔同嘅目標咧亦都有唔同嘅倍數要求嘅。咁所以咧，有時我哋就會用低倍去睇一啲咧大嘅天體，譬如月球表面啦，或者我哋會用稍為高倍咧就睇一啲行星嘅表面或者土星嘅光環。咁啊，若果你話咧睇一啲深空天體啊、星雲啊或者星系啊，就視乎佢係一啲乜嘢視直徑嘅天體，我哋就會用唔同嘅放大倍數噶啦。許 Sir， 我見到咧望遠鏡嘅後面咧都有一啲電子嘅零件啦，我想問下有啲咩用途㗎？問得好好啊！其實呢個望遠鏡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加裝唔同嘅配件去做唔同類型嘅觀察嘅喎。譬如頭先話啦，目鏡即係眼睛睇嘅地方喺依度啦。但係若果咧我哋有一個咧可以換鏡頭嘅數碼相機，就可以將相機放喺呢一個目鏡嘅位置，咁啊插咗落去之後咧就可以咧進行呢個天文拍攝㗎啦。咁但係咧呢個望遠鏡咧其實仲有一個拍攝嘅地方嘅，就係下低呢個我哋叫做咧冷凍 CCD 嘅一個天文相機。咁呢個冷凍 CCD 嘅天文相機咧，其實係俾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咧去使用嘅。因為好多時啦，我哋做觀察或者做一啲天文研究嘅時候咧，我哋個相機咧需要係一個低温嘅狀態先係一個咧合適嘅操作環境。咁所以咧，佢內置咗一個冷凍功能，拍攝出嚟嗰啲雜訊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啊，就可以得到咧最暗嘅目標。咁啊，要用呢個冷凍 CCD 嘅相機咧，我哋就需要將目鏡呢個位置咧向旁邊褪開，咁嗰個星光咧就會直接落到嚟最低呢個部分㗎啦。咁啊，唔單止有一個 CCD 嘅相機喎，其實中間咧仲有一個濾鏡嘅輪嚇。咁呢個濾鏡輪就係將唔同類型嘅濾鏡啦，可以咧喺拍攝嘅時候咧加落去。咁甚至乎咧有需要嘅時候，我哋會將光譜儀都加喺裏邊，咁啊讓我哋咧觀察嘅時候就可以咧拍攝埋星光嘅光譜啦。
許 Sir 想問一下咧，何觀中心咧有冇用呢一部嘅天文望遠鏡咧做一啲觀測嘅項目㗎？可觀中心咧會透過呢個天文望遠鏡咧，都進行咗一啲唔同嘅觀測項目嘅。咁而家我哋進行緊嘅咧，有一個業餘嘅小行星掩星觀測啦。咁係咩嚟嘅咧？原來咧夜晚裏邊咧喺太陽系嗰度有好多小行星，佢哋咧喺個天空嗰度咧會有時會經過一啲背景嘅行星嘅喎。咁當我哋收到預報，某一個小行星會經過一啲預報會經過嘅行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咧觀察住佢，睇下佢係咪喺預計嘅時間嗰度咧會掩咗呢啲背景嘅行星。咁啊，呢一個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得出嚟嘅掩星嘅時間咧就係一個業餘嘅成果，我哋會交翻俾咧專業嘅天文學家去做分析。咁啊，到頭來咧就可能會得到咧依粒小行星嘅最新軌道數據啦，甚至乎佢嘅形狀係點咧，都可以透過呢個業餘觀測做得到嘅。咁上述呢個咧叫做小行星掩星觀測，就係我哋可觀中心啦，同埋咧香港天文學會一齊合作嘅一個項目嚟嘅。另外一個項目咧就係同中科院雲南天文台做嘅一個專業觀測，就係做一啲行星嘅測光啦。咁原來咧喺宇宙裏邊有啲行星咧，有時佢個光度咧會有輕微嘅變化嘅，有時可能會變暗咗啲咁多，跟住又會回復翻正常。咁呢個原因咧，可能就係嗰粒行星上邊咧會有一啲大型嘅黑子存在咧。咁又或者甚至乎咧，係曾經係有一啲係外行星經過喺呢啲行星前邊。咁所以呢個咧行星嘅測光觀測咧，我哋就同中科院雲南天文台合作，咁啊去尋找呢啲有大型嘅黑子嘅行星，又或者咧係有系外行星掩食情況嘅一個觀測研究嚟嘅。許 Sir 啊，咁我哋而家身處喺室內啦，咁觀星就一定要望到個天㗎，咁呢個圓頂有冇暗藏啲咩玄機嘅咧？我哋呢個圓頂就梗係有玄機啦。嗱，要觀星嘅話咧，我哋就會打開個天窗。咁啊，打開咗天窗之後咧，個望遠鏡就可以睇到外邊嘅情況噶啦。不過咧，一打開咗就露天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係陰天，甚至乎落雨咧，個天窗我哋就盡量避免唔會開噶啦。咁啊，若果好好天嘅時候，我哋望到外邊嘅天空，其實都係得一個天窗咁細嘅範圍嘅啫喎。好彩我哋個圓頂咧係會360度旋轉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東南西北都可以睇到任意一個方向啦。期待嚟到何觀中心呢度觀星啊！咁但係我想問啦，咁如果遇上天氣唔好嘅情況，咁啲市民可以點樣進行觀星活動呢？係啊，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有陰天啦，甚至乎落雨嘅時候。咁啊，我哋呢個地方咧就梗係睇唔到星啦。不過下一個地方咧就一定睇到星㗎啦。嗰個就係我哋嘅模擬星象館，跟我嚟啦。星象閣是我們潮州一個最受歡迎的設施，不如我交給曾 Sir 和大家介紹一下。曾 Sir 你好啊。好，你好。這裡也很特別，可不可以介紹給我們看看是什麼來的？好啊，這裡你看到一個很大的布幕，其實就是我們可觀中心的流動立體數碼星象館，直徑有5米，看到一個大的帳幕，接下來我們就要可以在裡面不受天氣啦、環境空間的限制咧，可以在入面觀星嘅。不過入去之前，我哋就要將佢用風扇吹漲咗先入到去啦。好，
咁我帳幕已經準備好啦，咁我哋咧一齊跟入去啦。OK。哇，真 Sir， 我哋見到咧入到嚟咧都已經有好多星星啊，唔知呢度係點樣用嘅咧？好。咁可觀中心喺2006年已經引入咗第一代嘅數碼星象館。咁我哋而家用緊嘅已經係到第三代。咁又用緊一個超高清嘅投影機啦，咁所以你望上去咧，啲星空咧都非常之象徵啦。咁啊，就一望上去，點點嘅星空咧，好似唔係咁容易想像到。我哋喺度啊，亦都可以咧顯示翻一啲星座俾大家去更加容易去揾到同埋理解啦。咁唔單止我哋可以顯示到西方嘅星座啦。我哋亦都可以顯示中式傳統嘅星官，咁啊，都可以喺度睇得到啦。咁啊，亦都可以咧隨時咧轉換成咧世界唔同文化嘅一啲星官啦。咁平時我哋喺香港咧就好難見得到啊咁黑咁多星嘅天空，咁但我哋喺度咧就相對容易去模擬俾大家睇啦。咁而且有時仲可以咧見到一啲比較好短時間就可以咧見到一啲行星嘅運行，甚至乎佢哋嘅衛星。咁好短嘅時間，我哋真係見到佢嘅衛星咧圍住佢轉啦。咁古時伽利略就需要咧，可能用好幾日嘅時間去觀察，我哋咧而家可以好短嘅時間就見到相同嘅效果。咁好多時大家都會好留意啦，例如一啲流星雨嘅時候，咁啊總會無論傳媒啦、公眾啦都會好關心幾時見到流星雨。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同佢哋模擬下流星雨嘅效果，可能唔單止係平時比較容易見到嘅流星雨啦，亦都可能咧同佢哋欣賞十年一遇，甚至乎百年一遇嘅流星暴。真 Sir 啊，想問一下咧，呢個立體數碼星象館咧，有冇得借出去㗎？係啦，咁我哋喺可觀呢度咧，咁好似你而家咁樣啊，都揸住個遙控咧，可以操控一個數碼星象館。咁我哋嘅星象館，我哋而家喺一個五米嘅帳幕嘅五米嘅星象館裏面啦。咁我哋都仲有一個七米嘅星象館。咁呢兩個星象館咧都可以咧去到學校做一啲外展嘅服務，甚至乎咧老師啊、同學啊上嚟呢度學識咗點樣用咧，就可以借翻去佢哋學校咧去舉辦一啲活動嘅。咁如果老師有興趣嘅話，佢哋可以點樣樣申請咧？佢可以聯絡我哋啦，咁啊約好個時間上嚟去學習。咁啊當然啦，我哋會上嚟呢度做一個五米嘅星象館。咁如果佢哋學校可能有個禮堂咁大嘅地方咧，佢哋就可以借用一個七米嘅星象館咧，容量就可以再大一倍啦。咁真係好好喎，可以俾唔同嘅學校啊、團隊啊去學一啲天文嘅知識喎。係啊。
好，慢慢行翻出嚟啦。多謝啊，曾 Sir 你頭先咁詳細講解。啊，唔使客氣，我哋仲有其他地方一起出去睇啊！好，以下呢個地方咧係非常之特別，因為係我哋個圖書館，亦都係多用途嘅課室。咁裏邊仲有好多教材同埋化石添，不如入去睇下。好啊。咦，郭校長都喺度喎，不如同郭校長打個招呼啊。郭校長啊，你好啊！我哋啱啱咧參觀完星象館啦，亦都去咗觀星樓睇望遠鏡啦。咁發覺呢度都好多一啲天文設施。咁眼見咧，課室入邊咧有好多一啲好似化石咁樣樣嘅。咁呢度係咪有其他課程喺度㗎？係啊，我哋有啲中學嘅生物科啦、地理科嘅考察課程嘅。咁亦都有啲嘅小學同埋幼稚園嘅自然教育嘅課程，可以俾啲學生嚟讀㗎。咁我哋其實中學嗰啲課程咧，就主要嚟生物科咧，我哋就帶啲學生咧去到香港唔同嘅地方咧，進行啲考察活動啦。例如啲紅樹林啊，一啲溪間啊，一啲嘅岩望嘅地方咧，都會進行一啲考察活動嘅。甚至有時我哋會睇一啲好微嘅身影嘅，例如我哋有最有趣咧，就有啲學生有時會睇一啲牛糞裏邊一個微身影嘅情況咁喎，啲學生都好驚訝嘅，原來牛糞都係一個微身影嚟嘅。咁我亦都會因應翻社會對環保嘅重視啦，我哋都有啲嘅環境影響評估嘅課程俾啲學生去讀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希望可以多元俾學生去多啲認知啦。咁而我哋地理科方面咧，咁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課題啦，例如有啲嘅氣候嘅課題啦，有啲嘅城市嘅研究課題啦，有啲嘅農業嘅課題啦，有啲溪流嘅課題都會俾啲學生去上堂嘅。咁而特別我哋地理科咧，因為就好重視一個考察啊，咁所以有時有啲公開試嘅考題咧，都同我哋考試。考察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好受歡迎嘅。咁而至於小學、幼稚園嘅環境教育課程裏邊咧，我哋其實就好多唔同嘅活動喎，有啲工作坊啦，有啲嘅自然體驗嘅活動啊，咁都好受啲小朋友歡迎嘅。咁特別我哋香港小朋友咧，有時咧去到大自然裏邊咧都好驚，例如踩到啲草會驚啦，踩到啲泥會驚啦，見到啲生物會哇叫啦。咁就但我哋就希望我哋就透過呢個課程咧，俾佢同大自然咧培養啲感情，令到佢就唔使有一個大自然恐懼症嘅。咁所以而我哋亦都觀察到，我哋每年數以萬嘅學生嚟到嘅時候咧，都慢慢可以灌輸到呢個咁嘅概念俾佢哋嘅。係，真係非常之好，同埋都可以俾啲小朋友多啲知道一啲關於保育嘅知識啦。係啦，係啦。咁另外，因為我哋其實每年雖然都有幾萬個師生嚟到我哋嗰度上堂啦。但係都仲有好多學校都好想嚟嘅，咁所以我哋十幾年前開始咧，都不斷咧去發展一啲嘅特別嘅 project， 即係嚟我哋透過申請一啲基金啊，嚟政府嘅依家教育基金咧，去做一啲嚟啲香港生物多元性嘅資料庫啊。咁我哋當年我哋用咗成三年時間咧，就請咗兩個全職嘅同事咧，就去香港走遍香港郊野嘅環境咧，去發展一啲教材出嚟咯。咁我哋影咗超過4000种香港生物嘅相片啦，同埋佢哋嘅故事，就讓到我哋市民大眾啦，同埋我哋嘅學生都用到嘅。咁另外我哋都做咗氣候變化嘅教材套啦，同天文台一齊去合作做。咁呢個咧都係前天文台台長阿岑台長啦，佢都好高度讚揚我哋合作嘅 project。佢哋都話表達咧，呢個 project 應該都係全個華文社會喺裏邊。關於氣候變化做得最好嘅一個教材，咁我呢個教材咧就除咗分發俾全港嘅地科嘅學生同埋老師用之外咧，亦都市民大眾可以透過我哋嘅 apps 啦，透過我哋嘅網站咧，可以獲得更多嘅氣候變化知識嘅。咁同我哋因為呢個 project 都做得非常成功啦，咁之後教育基金都邀請我哋咧，會再寫緊一個計劃書咧，去再優化呢個計劃嘅。咁我哋嘅計劃書都交俾呢個教育基金，希望。嚟緊將來有一個氣候變化 2.0 嘅教材可以出街。好。校長啊，咁啱先聽你講咗好多關於舉辦嘅課程啦，同埋教材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咧因為我都知道啦，學官中心其實成立咗都差唔多27年啦。咁其實咧，當初點解會成立嘅咧？或者學官中心有冇咩辦學嘅一個中心嘅理念咧？因為我哋辦學團道教團體啦，咁我哋都崇尚呢個道法治。
喺台灣叫司法自然啦，即係從大自然中學習呢樣嘢。咁我原來我哋發覺喺個我哋學習大自然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透過天文咧，可以睇到一啲非常非常之遠嘅星空嗰啲嘅知識啦。同時間，可能透過我哋生物實驗室裏邊一啲電子微鏡咧，係可以將啲生物咧係放大30000倍咁大。即係我哋去其實原來去嘗試探索大自然嘅時候咧，可以由一啲最微細嘅部分咧，去到一啲好遠嘅地方咧，我哋都係探索到嘅。咁所以當時咧，我哋白團都用咁嘅概念咧，就去幫手咧，就做一啲嘅中學嘅下一集課程啦，同埋都同時間咧去做個天文館啦，去彌補呢個喺學界嘅一啲不足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好中意做呢部分嘅。咁而另外我哋亦都透過咁多年嘅發展咧，我哋都同好多嘅團體結合咗好多合作嘅關係啦。咁我哋就慢慢咧就完善我哋嘅自然教育嗰部分啦。咁而後來嘅時候，我哋都發覺咧，其實小學、幼稚園咧嘅環境嘅需要都好大，咁所以就都慢慢發展呢方面嘅課程啦。同埋我哋一開始成立嘅時候咧，學團咧都睇到咧個嘅天文教育咧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喎。咁我哋當時我哋都一開始咧，我哋都成立天文館一部分。咁啊，頭先大家參觀嗰啲咧，都係我哋一啲嘅過往一啲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就透過一啲去大自然學習嗰啲，我哋所謂叫導發自然啦，或者台灣叫司法自然咧，讓我哋嘅學生同埋市民咧去探索去大自然咧，去獲到更多知識同埋人生嘅哲理。許 Sir， 我哋參觀完圖書館啦，咁我哋下一個會去邊一度咧？咁不如我哋去花園嗰度睇下。好好，跟我嚟。呢度就係可觀中心嘅花園啦。咦，孫老師在前面喎，不如我哋向孫老師請教一下呢個花園嘅特色啦。孫老師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花園嘅特色啊？可以。首先咧，呢個花園咧，大部分咧都係啲原生嘅植物嚟嘅，而啲原生植物咧，主要係用作推廣啦，同埋教育嘅用途。我哋呢個花園咧，包括有中學啦、小學同埋幼稚園嘅同學都會嚟喺度玩噶。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呢個花園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裝置，就係一個自動氣象站啦。而呢個自動氣象站咧，係咧連結咗香港天文台嘅成個系統啦。如果你哋想知道可觀中心當時嘅天氣或者濕度嘅話咧，亦都可以喺網站上面直接咧揾翻嘅。所以呢個自動氣象站啊，係24小時咧咁樣去監測住我哋呢個範圍嘅天氣，亦都咧係俾全香港嘅市民咧作為一個天氣嘅參考嘅。而講翻我哋呢個花園啦，我哋呢個花園除咗有主要咧係原生嘅植物之外咧，仲有好多咧食得嘅植物嘅喎，係啦，例如我哋會有柚樹啦，亦都會有檸檬啦。係啦，而呢個時間咧，仲有啲油金子啊，結果添喎。咁大家咧都可以咧喺我哋嘅花園度咧揾到咧啲揾到可以食嘅嘢嘅。嗱喺呢個花園入邊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植物咧，可以作為啲教材嘅。例如我咧側邊呢一棵，哇，好粗嘅呢一棵桉樹啦，我哋叫檸檬桉啦。如果大家嚟到我哋嘅中心嘅時候，嚟到呢一棵檸檬桉嘅下面，亦都可以揾到咧佢嘅氣味嘅喎。咁究竟點樣揾佢嘅氣味呢？就係執一啲佢跌咗落嚟嘅樹葉，然之後咧揸爛佢，聞一聞，咁就可以揾到檸檬味噶啦。另外，我哋喺呢個花園裏面亦都種咗好多咧寄主植物嘅喎。咩叫寄主植物呢？就係蝴蝶咧幼蟲食嘅一啲嘅植物啦。例如我呢個前面呢一棵日本葵，
如果我哋咧能够细心观察，唔难发现啊，揾到一啲蝴蝶嘅虫喺度噶。所以你哋嚟到我哋嘅花园咧，除咗可以咧学习一啲植物嘅知识，亦都可以观察到我哋昆虫嘅一啲嘅生态嘅。嚟到呢个中心，除咗可以睇一啲生态之外，我哋仲可以了解一下大帽山嘅地质环境嘅。例如我身前呢一嚿石头咧，就系正正代表咗大帽山嘅一个岩石。咁呢一嚿咧就是一个萤灰岩啦。佢最有趣嘅地方咧，喺石头上边揾到一啲咧细细粒嘅碎石嘅。咁而呢啲碎屑咧，就系喺大帽山大概喺亿几年前啦，火山爆发嘅时候爆出嚟嘅一啲碎屑嚟嘅。所以你嚟到呢度，除咗睇我哋嘅自然生态之外，有兴趣嘅话，亦都可以嚟睇下我哋大帽山嘅一啲萤灰岩有趣嘅地方嘅。除咗即系原生嘅植物当中啦，亦都会咧系会种一啲嘅香港嘅有毒植物啦，嚟到介绍翻俾啲学生，希望啲学生咧喺户外嘅时候都留意翻呢一种植物，唔好乱咁掂佢啦，系啦。咁不過呢種植物呢亦都係一種斑蝶嘅寄主㗎喎。咁所以呢，如果你行經過呢啲嘅植物之外呢，行經呢啲植物嘅時候，如果你見到有蝴蝶嘅幼蟲呢，亦都係用眼睛去觀賞就好啦。而喺我哋身旁邊呢一棵呢，就叫做羊角鴨，香港四大毒草之一。咁啊，參觀咗咁耐咧，其實你都會知道，可觀中心除咗天文館之外，仲有好多關於環境教育同埋大自然嘅嘢。咁就好似我身旁呢兩副對聯一樣咧，我哋日間就可以睇彩雲同埋旭日，夜晚咧就可以睇明星同埋酷月。咁無論睇任何大自然嘅嘢都好，我哋都可以透過一啲好好嘅工具，譬如係望遠鏡，又或者係顯微鏡咧，睇到天空上面嘅星，或者咧喺樹葉上面，或者一滴水裏邊嘅世界嘅。咁呢個亦都係可觀中心咧辦學嘅宗旨嚟嘅。咁啊，講咗咁耐，不如我哋再翻課室嗰度，我哋繼續傾啦。好啊。Hey Sir， 呢間課室係咩嚟㗎？呢度叫雪地廳，係我哋平時進行天文活動嘅地方。不如入嚟睇下。好啊。咦，好似一入嚟就見到咁大型嘅太空模型喎。係啊，因為嚟到呢度做活動嘅學生啦，有啲係小學生，有啲係中學生，有好多都係幼稚園添。咁所以佢哋對於呢啲玩具模型咧就非常感興趣。咁啊，呢度係一個小小嘅歷史回顧啦，譬如有以前人類登月嘅任務嘅火箭啦，或者係登月艇。咁啊，仲有而家最大嘅太空站國際太空站嘅展品都喺呢度。咁佢哋就會控埋嚟睇，睇得好仔細嘅。咁啊，加埋一啲咧展板嘅介紹咧，佢哋就可以認識到以前歷史係點樣向人類登月嘅歷史係點樣個咯。啲嘢都好精緻啊，望到。係啊，咁啊，仲有啲係可以互動嘅添。咁所以咧，若果你有興趣嘅話，一陣間你可以試下去玩下㗎。好。咦，咁呢邊係西方嘅技術啦。咁我見到呢邊好似比較中式喎。係啦，呢邊就有一啲中國古代嘅天文儀器啦，譬如有一啲好簡單嘅就係日晷啊，亦都有啲比較複雜啲嘅，譬如後風地動儀啦。咁啊，仲有咧中國航天嘅火箭模型，因為啦嚟到呢度嘅時候，我哋好多時都想將以前中國古天文學同埋現今嘅一啲發展咧介紹俾學生。咁所以咧呢個地方就可以俾學生知道唔同歷史時代嘅中國天文發展啦，又或者咧而家中國航天，咁啊可能第時啲小朋友就會成為下一個國家太空人㗎啦。咁小朋友嚟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玩下呢啲模型㗎？可以嘅，嗱，譬如呢個咧叫幾限儀，就係古時嘅人咧攞嚟量度星與星之間隔角嘅一個工具。咁啊，另外後邊嗰啲咧就係一啲日晷模型，就可以量度咧天空嘅太陽位置改變啦，我哋知道時間㗎啦，咁就。咁啊，施蘭模型咧就係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就係其實指南針嘅一個原型啦。
咁啊，誒依個係特別要介紹啦啊！其實你哋有冇聽過咧？中國有一個叫做 FAST 嘅儀器啊，佢係咧我全世界最大嘅射電望遠鏡嚟嘅。咁啊喺貴州嘅一個山谷嗰度。咁啊嗰個地方咧，其實好多時都比較難去到。咁所以中科院咧都送咗一個模型俾我哋喺度展出。咁啊學生嚟到呢度就可以認識到而家最新嘅射電天文學嘅發展咯。咦，這個是什麼來的？欸，好玩的，這個你們拿來試一下。這個就是旋轉星圖，平時我們上課程的時候，無論是日頭還是夜晚，其實學生對於天空上的星座都非常好奇的。那這個旋轉星圖就可以幫我們去介紹不同的星座、不同的季節或者不同的時間，可以看到什麼星座，利用這個工具就一目了然的。咦，我看到這裡有個放大版的星圖，是一樣的。我們不如過去看看。好啊，好啊。咦，許 Sir， 這個放大版大這麼多，應該怎樣用呢？是啦，旋轉星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天文用具。你看到它是一個圓盤，圓盤上面寫了月份的。所以你們首先要知道現在的月份，譬如現在是七月，假如我們七月一號夜晚上觀星，我們就會將那個時間、日期配對合。如果我們想譬如七月一號的午夜十二點看星，我們配對好之後，中間橢圓形的窗口就會告訴你知當晚有什麼星座看的。譬如如果你說我很想看看夏天有什麼星座，你就會看到原來在天頂的位置有夏季大三角啦。夏季大三角就分別叫做牛郎星、即女星和天津星。這些平時我們上課的時候，學生就會很容易找到那個目標，而這些簡單的圖案或者介紹就容易讓他們記住那些星座位置啦。咁其實香港可以睇到好多個星座㗎，成個旋轉星圖上面咧，其實有幾十個唔同嘅星座，可能平時你最多最熟悉嗰十幾個，咁其實利用旋轉星圖你就可以認識多好多，同埋咧你可以試下去到郊外觀星嘅時候咧，就挑戰下揾唔揾得曬啦。咦，許 Sir， 我見到呢度咧有好多凳啦，同埋圖書啦，咁我想問平時啲學生喺度上堂係點樣嘅咧？很多時啲小學生、幼稚園學生或者中學生嚟到呢度咧，都會聽講座，做一啲 workshop， 甚至乎咧做啲小實驗都得嘅。咁啊，佢哋喺度做完活動之後咧，就會上樓上嘅天台啊、觀星樓同埋咧星象館嗰度咧去睇星，同埋咧玩唔同嘅嘢噶啦。咁其實呢個課室咧，唔單止學生用得喎，公眾人士咧都可以嚟到呢度參加我哋嘅活動嘅。我哋好多時都會喺度搞啲公開講座啦，又或者我哋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公眾嘅每月觀星樂，咁啊透過網上嘅 Facebook 啊、IG 啊都可以咧報名參加嘅。下次你都可以叫埋屋企人一齊上嚟噶。好啊。咦，許 Sir， 我記得你哋六月二號咧都舉辦咗個觀星樂，咁係咪都好成功啊？是啊，因為之前在疫情期間我們都暫停了很久，都是唯有透過網上和大家分享。去到六月的時候，我們終於有實體的活動了，那次活動都很受歡迎，很快已經是爆滿的了。我們都希望接下來會開多一些，讓多一些工作人士啊，或者一家大小啊，又或者是老友記啊，都可以上來這裡觀星。也都我們接下來會搞不同類型的節目了，可能會有特別的天文現象，譬如十一月會有月全食，又或者可能有不同類型的流星雨，又或者一些特別的天文講座，我們都會給公眾人士一起參加的。所有活動都是免費的，希望可以給多些香港人或者學生可以認識天文學。Anna， 我哋今日都參觀完河觀啦，都明白到同埋了解到佢哋好多嘅天文設施啦。咁我哋都同阿許 Sir 見過面啦。咁你仲有冇啲咩問題想問翻許 Sir 噶？我咧就冇乜特別問題啦。咁唔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有冇興趣想問下問題呢？係啦，咁趁住許 Sir 喺度嘅時候，我哋可以直接同佢對話啦。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
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問答環節啦。咁可能在座有嚟自荷官嘅 Facebook 頻道啦，亦都有太空館頻道嘅。咁唔知大家有冇啲咩問題想留言俾我哋咧？咁可以透過留言板啦，咁我哋可以問一問阿郭校長啦，同埋許 Sir 嘅。咁或者 Anna 有冇啲咩問題想問下校長或者許 Sir？ 咁趁住郭校長喺度啦，咁我就想問一問郭校長，其實荷官中心成立咗咁多年咧，有冇啲咩特別嘅活動係令你印象深刻噶？我諗我最印象深刻咧，就我哋喺幾年前咧就做一個優質教育基金嘅項目啦，就做一個香港生物多樣性資料庫。咁呢個 project 我哋係總共用咗三年時間啦，去啲同事啦同埋我咧，就去到香港唔同嘅生態環境咧，做一啲嘅考察啦，同埋都將一啲嘅教材就做咗嘅，亦都已經超過4000種嘅一啲嘅生物啦。咁其中一次嘅考察令我非常非常難忘嘅，因為我哋同個生態隊嘅同事咯，我哋三個人咧就落咗一個邊境嘅深谷裏邊，咁我哋行落去嘅時候咧，已經行咗大概咧四五個鐘，咁我落到去嘅時候，四完個之後咧，咁我諗下而家都差唔多傍晚，咁我有冇能力行翻上去上邊咧？因為我哋嗰啲路係非常非常之難行嘅，自己開出嚟路嚟嘅，咁所以嗰晚有啲擔心嘅，到最尾行到上翻去。山頂的時候已經覺得是非常非常開心，原來真的可以走到回去。另外在學校方面，因為我自己都是比較喜歡一些生物、生態一些，我們學校因為是在一些山區的地方，所以經常都有些不同的生物出現，例如今個星期都有應該是有兩條蛇在學校出現過。另外呢都就我們最難忘，我其實我自己對蛇都挺有認識的，不過有兩次出現嘅蛇咧，我係處理唔到嘅。咁嚟喺上個月，我哋出現咗一條嘅大概十尺長嘅過山烏啦，即係眼鏡黃蛇啦。咁我哋好得意嘅啲蛇，唔知點解，可能因為啲沙發房啊、電腦房特別暖啲啦，佢又好中意喺嗰個附近出現嘅，仲可以上樓梯啦咁樣嘅。咁咧就我哋就結果嗰條蛇，我哋都要兩次都要召喚一啲蛇王啦，就嚟去幫手處理，因為都佢嘅攻擊性比較強啦。不過呢度都提醒啦。咁其實因為琴日係國際蛇日啦，咁我遇過差唔多接近一萬條蛇咧。其實咧，蛇係唔會主動襲擊人類嘅，即係只要我哋唔好搞佢咧，就冇事噶啦。咁啊就覺得好難忘經歷。咁我哋睇一睇有冇啲網上嘅問題啊？咁或者我都問一問許 Sir 啦。咁許 Sir， 你本身都係讀天文啦。咁你覺得天文有啲咩最吸引嘅地方咧？哇！天文學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任何一個小朋友都中意嘅科目嚟嘅。因為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小學生咧已經覺得宇宙係好神秘嘅啦。咁所以我好想知多啲。咁無奈咧，可能學校裏邊科學堂啊，或者係真係去到中學物理科裏邊咧，都未必有太多嘅內容。咁我都係自己憑興趣啦，去自己學翻嚟。咁我覺得最吸引我嘅咧就係其實宇宙真係好浩瀚、好大，同埋有好多嘢我哋未知嘅。咁我哋成日都話天文學係一個好古老嘅科學，因為最古老嘅原始人已經識得觀星，但係亦都係一個好新嘅科學，因為有好多新嘅發現咧係仲等緊我哋嘅。好似今個星期咧，亦都有好多新發現發布，就係美國嘅 James Webb 韋伯太空望遠鏡有新嘅相片，係影到人類前所未見嘅東西。咁呢啲就非常之震撼到我哋嘅內心啦，亦都係人類個好奇心咧，係驅使我哋繼續去探索。咁所以我覺得認識天文學或者咧去讀天文學啦，或者有啲同學有興趣嘅話咧，去研讀天文學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嗜好啦，一個選擇啦，甚至乎咧可以成為終身職業嘅話咧，就更加理想。咁有冇啲咩建議俾一啲譬如天文嘅初學者，佢哋可以去即係探索一個天文學咁樣咧？如果真係對觀星好有興趣嘅話咧，咁當然就可以去到香港好多地方去嘗試認識天文學啦，譬如去香港太空館啦，又或者嚟到我哋荷官中心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比較簡單嘅方法去認識星空，譬如有頭先影片介紹我哋用旋轉星圖啊，
又或者咧，我哋用一啲簡單嘅望遠鏡睇星，譬如早排有個八星連珠嘅天文現象，或者我哋又叫五星伴月嘅天文現象咧，其實我都發現有好多人係好感興趣，甚至乎咧引起一個小小嘅熱潮，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影相打卡，咁依啲都係我哋對於觀星非常之有好奇心啦，或者有感受嘅一啲部分。咁如果你話進深啲，有啲學生真係想成為天文學家咧，咁你嘅數學科同埋物理學科咧就一定要讀得好好啦，因為要成為天文學家，其實數學同埋物理學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工具嚟嘅。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同學仔咧，就要好好加油啦。其實講開呢個學天文啦，咁我知道咧，其實之前疫情期間咧，可能好多活動都轉咗喺線上活動嘅。咁唔知之後會唔會又有啲實體嘅活動咧？我哋而家陸陸續續都恢復成為實體噶啦。譬如我哋上個月啦，同埋今個月都有一啲我哋叫每月觀星樂，就係每個月都開放俾公眾人士報名上嚟。不過都始終係疫情期間，我哋可以接受個參加者人數咧都係好有限。咁所以兩次活動好快就已經爆滿㗎啦。咁我哋都好想啦，喺今個月之內又或者係下個月啦，都繼續推出呢個每月觀星樂。咁啊，除此以外啦，我哋其實而家都仲有其他活動係接受報名嘅喎。譬如喺七八月嘅時候，我哋就有係學校嘅一啲叫做暑期或者試校活動，我哋都接受咧學校嚟報名，帶學生喺晚上喺可觀中心呢度觀星嘅。咁呢個我哋叫做七至八月嘅晚間學界嘅晚間觀星活動啦，而家仲可以喺我哋網頁嗰度進行報名嘅。咁所以如果有啲觀眾係中小學嘅老師，你就可以睇一睇呢樣嘢啦。咁另外啦，我哋仲有暑期學堂喎，係。暑期學堂係點樣？校長可以介紹。其實我哋今年咧就有兩個暑期學堂嘅，因為早前有個特別嘅暑假咧，我哋演出完一次啦。咁嗰個就因為都係疫情嘅嚴峻嘅期間啦，咁所以嗰段時間我哋都有啲網上嘅暑期活動多啲嘅。但係今次咧，我哋就唔同啦。今次因為都疫情都似乎都叫做穩定落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多咗啲實體嘅啲暑期學堂啦。例如我哋包括咧有啲活動係俾啲學生啦或者市民啦嚟到我哋學校裏邊咧夜探我哋學校嘅生態喎。咁我都發覺我哋之前去 P-trip 嘅時候咧，我哋學校咧雖然唔好大，但係夜晚咧都有四五種嘅青蛙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昆蟲啊，甚至我哋都有啲蛇可以發現到嘅。咁我好希望到時咧就啲市民啊同埋學生咧都好開心嚟有啲活動啦。另外地理科都有啲好實務嗰啲嘅考察活動咧，就可以俾啲同學咧嚟到我哋學校嗰度去嘗試嘅。當然我哋亦都有啲許 Sir 最擅長嘅天文啦，咁我哋都有啲嘅教師同埋一啲嘅社區中心一啲主管嘅一啲嘅天文嘅班。就希望俾佢哋咧培養到佢啲天文嘅素養啊，同埋知識咧，就將來可以喺學校裏邊啦，或者可能喺啲中心裏邊咧，帶嚟一啲天文活動嘅。係啦，咁啊，依個暑期學堂我哋仲係接受報名嘅喎，去到今個月嘅27號先截止嘅。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喺可觀中心嘅網頁嗰度睇到嘅。咁講開活動啦，咁我哋知道太空館啦同可觀咧都每年暑假咧都會舉辦一個合作嘅活動，咁係一啲親子嘅活動嚟嘅，係啦。咁今年咧就會喺下嚟緊呢個星期啦，就會截止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不妨去太空館嘅網站啦，咁留意一下去報名啦。我都講少少啦，幫你賣下廣告。其實我哋呢個活動咧，就除咗天文之外咧。有啲生態部分同埋啲特別嘅顯微鏡運用部分嘅喎，咁呢啲喺一般學校都做唔到嘅，咁都非常之精彩活動。咁講開呢個望遠鏡咧，咁天台嗰個20寸嘅大型望遠鏡，咁我就比較好奇啦。咁其實佢係點樣維修保養㗎？好問題。我哋最大嗰個觀星樓嘅20寸望遠鏡，其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儀器。咁過去咁多年咧，我哋都非常之珍惜咁樣去運用啦，同埋咧小心咁樣去讓學生使用嘅。咁啊，亦都好好彩，佢冇發生過好大嘅問題。所有嘅維護問題咧，我哋自己嘅同事啦，或者係喺影片裏面出現過嘅兩位老師，以及咧我哋仲有技術人員啦，都幫我哋去維護。咁所以咧，所有嘅維護工作暫時我哋自己可觀中心咧都可以完成到嘅。咁若果真係要一個重大嘅維修咧，其實呢個望遠鏡係嚟自美國嘅廠方。若果真係要維修嘅話，就要請美國嘅專家過嚟㗎啦。
咁或者我問一問啦，咁我都留意到咧，可觀中心咧經常會拍一啲 YouTube 嘅頻道嘅短片啦。咁其中一條短片咧，我都留意到係介紹一啲太空食品嘅，係啦。咁我想問一問咧，拍呢個片咧個構思啦，同埋嗰個製作方面係點樣樣？可觀 channel 咧喺 YouTube 嗰度係一個新嘅頻道，咁我哋中心好多老師啦或者同事咧，其實都對依樣嘢非常之新鮮同埋好奇啊。咁我哋都想試下唔同嘅手法，咁你會見到喺YouTube 嘅可觀 channel 有唔同類型嘅片嘅，譬如有啲正經啲嘅，可能就係介紹一啲科學知識，或者係一啲生物學或者地理學嘅地理科嘅知識。有啲就好玩啲嘅咧，就真係會攞器材嚟做比拼嚇，又試下唔同嘅器材可以影到幾多唔同嘅生物啊。咁我哋上次嗰個試食片咧，其實亦都好想因為睇見好多頻道都有試食嘅一啲環節，咁我哋又想試下玩試食片啦。不過就普通食嘢就太過簡單啦，我哋又想試下太空食物。咁啊，好彩我哋有個日本嘅朋友，真係佢搜羅到一啲太空人嘅太空食物，咁啊郵寄俾我哋。咁啊，我哋亦都咧可以藉住依一樣材料啦，即嘗試啊，即嘗食。咁啊，成個效果咧係非常之有趣。咁所以成個可觀 channel 裏邊嘅題材內容咧，我哋探索緊。好多嘢都想試，好多嘢都想玩，咁啊，亦都有新片推出咗啦。就係我哋之前咧有一個我哋叫做國際太空站零日啦，同埋咧最新嘅一啲影片咧，其實我都放咗上網。咁所以有啲興趣朋友想睇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啊，真係多謝曬校長啦，同埋阿許 Sir 啦，今日咁詳細嘅講解啦。Anna 仲有冇啲咩問題想問翻校長同阿許 Sir？ 我就想問下啦，咁如果想參加你哋嘅活動咧，可以點樣報名咧，或者去邊度可以留意到你哋嘅資訊咧？係冇錯啦。如果想參加天文嘅活動咧，我哋主要發放消息嘅渠道都係可觀中心嘅網頁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天文專頁啦。咁若果有啲朋友係學界的老師呢，其實我們更加很多活動可以適合你們的，因為學界都是我們主要的服務對象，無論中學、小學甚至乎是大專的天文學會啦，都是我們緊密的合作拍檔。咁啊，除此以外啦，地區中心啊、老人中心啊，依啲咧，其實有時都會咧想帶老友記上嚟嘅話咧，我哋都會提供到依啲服務嘅。咁啊，若果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電郵或者打個電話俾我哋嘅。至於中小學同埋幼稚園方面咧，我哋以學校去報名為依歸嘅。咁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幾個小朋友想嚟咧，就可能要揾翻學校報名先得。同埋因為我哋每年報名都係好受歡迎啦，咁所以咧就未必報名都嚟得到嘅，所以要抽籤啊，公平、公正、公開咁抽籤咧，就俾到一啲名額俾啲學校嘅。咁咧，我呢度咧見到有 YouTube 頻道啦，有個 comment 咧就問太空食物的味道咧，係咪好淡？嗱，呢一個咧就好得意啊，因為原來咧太空人喺太空嗰度咧個味覺咧會變得好靈唔靈敏嘅，咁所以太空食物咧佢個味道會特別甜。或者特別濃味，咁若果有啲朋友想試下太空食品嘅話咧，我發現喺太空館嗰個禮品店咧，有時都買得到嘅，咁所以你可以買到啲太空雪糕翻嚟試下咧，相當甜嘅。咁啊，對於太空人，若果喺太空唔係咁靈敏嘅味覺嘅話咧，佢哋就覺得剛剛好啦。好。咁其實咧，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大家記得要 follow 可觀中心嘅 page 啦 ，Facebook page 同埋 IG page 啦。咁同時都唔好忘記 follow 我哋太空館嘅網站啦 ，Facebook 同埋 IG 啦。咁我哋有時間嘅話，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